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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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陆人真系几中意用拳头解决问题噶，今次仲立埋架撑添。强国客太行上搞事，打交立撑刀做武器。呢、這个男人戒到人哋飙晒血，到底有咩深仇大恨？星期三凌晨由曼谷飞去北京嘅机上面，细声啲啦，我要瞓噶。你再讲啊，我而家就攞你命。谢空少分开他哋兼报警，飞机降落之后，打交班人被带去落口供，暂时未知有冇人要受罚。泱泱大国嘅子民，点会放其他人喺眼内啊？哇，简直打穿我哋天朝嘅气势啊！